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我是陈仁庆。首先我们是还是要先来恭喜一下我们全国所有会员朋友以及所有 9N 的粉丝好友们，今天台表哥今天再创新高，这一档的一个股票我们从去年12月22号36.3块带着我们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全力锁定以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啊，老师几乎每天就跟你做分享，不论是他涨不论是他跌，我每天我都告诉你，我告诉你我看好他，你可以看到这一路以来我们怎么带着我们的一个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来布局的，而且一出手就是直接重压五成，你可以看到从36.3块到今天来到51.6块为止啊，光是这样短短啊一个多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呢，狂飙大涨超过40%了，相信你都看到了，也相信你应该都见证到了，如果说你还没有跟上车的人，我可以告诉大家你现在还来得及啊，台表哥飙涨40%之后还有没有再飙涨40%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实力啊，如果说短线有拉回的话，什么地方可以再进场，什么地方可以再出手，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想不想做把握？如果你想做把握的话，那么标股新天地这个 9N 的你就要赶紧做加入，除了台表哥你都见证到了之外，包括的我们的一个海角七号的一个加金3016的一个阿嘎，今天再飙涨停板，昨天飙涨停，今天再飙涨停，年前买好股，年后发大财，全国会员以及所有的一个粉丝好朋友，相信每个人应该都赚翻天。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我们第三档的一个操作，从1月16号41.5块，我们再度带着我们全国所有的会员朋友全力买进，全力重压买进。买进之后，你可以看到昨天青春开红，果然就是亮灯涨停板，今天持续亮灯涨停板，真的是太棒了，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啊，短短几天的一个交易日啊，13天的一个交易日啊，价差就已经达到多少，达到36%，价差就已经超过36%，也就是说你今天你投资100万的话，在很短的一个时间之内就让你可以开心大赚了36万，投资200万的话，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就让你可以开心大赚72万，投资300万的话，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就让你可以开心大赚100万以上，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的一个股票并不多，但是为什么只要被我所认证的一个股票，它就是能够怎么样，就是能够狂飙的一个大涨上来，除了一个加金之外，而且今天更漂亮就是我们啊封关之前带着操盘团队全力锁定的一个涨，全期锁定的一个8028的一个升阳班，昨天亮灯涨停板，今天持续大涨再创新高，你可以看到当今天大涨再创新高的一个时候，早上9:40的时候，眼见为凭啊，9:40的一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买在啊，1月25号37.3块37.5块，今天大涨来到的一个45.45块的时候，早上9:40我们就提醒过大家，今天在冲高的时候爱赚多少就看你自己，你可以看到今天冲高是不是又可以让你卖在一个怎样相对的一个高点上，从啊1月25号37.5块到今天来到45.45块为止啊，光是这样短短6天的一个交易日，短短6天的一个交易日，价差也达到多少？也达到21.2%，相信你也都赚到了。而且啊，更令人开心的就是啊，我们全新锁定的一个这样神奇宝贝蓝宝，你可以看到今天就是叮咚叮咚亮灯的一个涨停板，恭喜大家发大财，包括的我们啊。带着一个我们的一个这样我们的一个特别会员朋友，我们再度买回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华新科，年前呢、高档获利了结之后，然后年前1月9号
150块再度买回来的一个华新科，甚至在封关前172再度带着新进会员朋友布局买进的一个华新科，今天就是大涨上来，真的是太棒了，哦，金珠报喜啊，啊，精彩好戏一波接一波，飙股一档接一档。哦，如果说你还没有上车的一个好朋友们啊，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你都还来得及啊，千万啊别错过今年最好赚的这一段行情。为什么现在你都还来得及啊？哦，原因很简单嘛，各位亲爱的这个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啊，我问大家啊，哦，从9319点，当时候当市场啊一片看坏一片悲观的一个时候，所有的一个怎样，所有的人都告诉你还会跌，所有的人都告诉你要赶快把股票卖光光的一个时候，当时候我就告诉过大家，我说这里就是你最好的一个机会，这里就是你捡黄金捡钻石的一个好机会，这里就是怎么样台股准备孕育一波千点反弹行情的一个开始。那你可以看到从9319点到今天反弹上来再度站上万点为止，你可以看到已经反弹了将近800点了，哦，完全命中，哦，完全都在我们的一个掌握之中，完全都在我们的一个规划之中。然而随着一个怎样，随着一个指数的一个反弹的一个上涨，我问大家，这里是高档还是低档？这里是高档还是低档？双脚足底完成二度背离，这里是高档还是低档？哦，你自己去想想看啊，如果说这里是低档的话，那么如果说有震荡拉回的话，那么到底是买点还是卖点？我相信应该很清楚了。而且在这一波的一个反弹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更棒的是啊，哦，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啊，不仅全指股的一个台积电、哦，大力光持续的一个稳步的一个盘间上涨，包括的一个这样强势股啊，哦，3323的一个涨，3324的一个双红，散热模组啊的一个双红持续高空大涨，这一档的一个股票也是我们啊，哦，在去年10月18号讲座上啊跟大家所分享的一档股票，包括我们的个海角七号的一个涨的一个3016的一个加金，今天持续的一个亮灯涨停板，包括我们的一个8028的一个涨的一个升阳半，今天持续大涨再创新高，甚至再到机器人概念股的一个广明，哦，以及背光模组的一个涨的一个瑞仪，甚至再到性能高6558的一个性能高，网通 IC 设计的一个涨的一个瑞仪啊，哦，你可以看到啊，哦，这些的一个强势股一档接着一档飙涨上来，甚至亮灯涨停再创新高，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包括矽晶圆的一个环球晶，被动元件的一个国巨、华新科、信昌电，上风电概念股的一个上尾头，哦，这些的一个让这些的一个弱势股也纷纷的一个这样止稳上涨上来，不再破底啊。当弱不再弱，强又能够续强，这就在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在告诉我们后市的一个行情呢，绝对不容小觑嘛！哦，特别是啊，你可以看到 OTC 的柜买指数啊，这一波怎么上涨的？哦，以中小型股啊，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OTC 为主的一个柜买的一个指数，你可以看到啊，再创反弹的一个新高啊！当机会来临的一个时候，上帝也疯狂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还没有上车的一个投资朋友，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你都还来得及，千万要怎么样，要赶紧来做把握哦。就像6278的一个台表哥哦，我们呢，啊，这一路以来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台表哥哦，我相信啊，哦，当时在低档的时候，市场上没有人敢告诉你啊，甚至很多人告诉你在这个地方要赶快把它卖光光，甚至有的人告诉你在这个地方要赶紧去怎么样反手做空哦的一个动作。哦，我敢说全市场只有我们呢，啊，这一路以来叫拼叫赢。哦，你可以看到啊，从36.3块，哦，到什么，到啊，哦的一个去年的一个这样封关之前，去年底之前，哦，去年一月底之前，你可以看到在40元区间，我们带着我们全国所有的会员朋友，我们已经累计买进了一个多少笔了？对，笔了。啊，哦，我相信只要你是我的会员，只要是我 Nine 的这个所有的一个粉丝好朋友们，你都可以帮我做见证啊。那么为什么像这样一档的一个好股票，
哦，它能够怎么样狂飙大涨上来，甚至纵使1月24号出现长长的一个避雷针，但我也告诉大家，你不用怕，你不用担心，拉回来就是你的机会。你可以看到封关之前1月29号42块3带着新进会员朋友再度全力买进，买进之后昨天新春开好门就是亮灯涨停板，今天持续再创新高。哦，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啊，短短的一个几天的一个时间就已经飙涨超过多少，飙过四成了。为什么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飙涨的一个实力呢？原因很简单嘛，我常说一档的一个股票它会不会上涨，首先一定建立在产业趋势成长向上的一个浪头之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台表科哦，它不仅它在去年的一个业绩否极泰来，去年的一个业绩表现不棒哦，甚至今年的一个一月份的一个营收哦，再创历年的一个怎样啊的一个新高哦，包括展望今年呢、啊，随着一个 5G 的一个基地台的一个产品，车用 IGBT 哦，都已经开始小量出货哦，并且今年渴望怎么样出货量渴望逐步放大，加上印度的机上盒、电视应用产品、苹果新款的一个笔电的模组，以及怎么样，以及触控的一个 IC 哦的一个思科的一个相关 NB 的应用模组，这些订单的一个加持之下哦，然后加上今年公司规划哦，新增将在印度新增的一个展线，预计扩展的规模将达到一倍以上。哦，将达到渴望达到一倍，在新品跟新产能的一个带动之下，后市营运爆发大成长可及。哦，加上什么？加上你可以看到，哦，随着券资比的攀升，双高行情启动。所以为什么只要被我们锁定？为什么最近的一个台表科能够一路的一个狂飙大的一个大涨上来？哦，就像啊，背光模组的一个瑞仪啊。哦，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大涨一波之后，哦，然后震荡整理，哦，然后再能够大涨一波，原因很简单，哦，就是因为它掌握到苹果智慧型的一个怎样，智慧音箱的一个怎样，哦的一个对于上盖的一个模组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大商机，加上的一个怎样，券资比攀升，法人加持，双高行情启动，所以为什么飙涨一波之后还能够怎么样，还能够再涨一波，包括散热模组的一个双红也是一样。哦，我们在去年10月18号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双红，在讲座上分享的一个双红，哦，纵使啊你没有买在最低点上，哦，那么为什么哦从70几块跟大家一起做分享的时候，它能够一路的一个狂飙的一个大涨？哦，原因就是因为它搭上 5G 的一个这样散热模组，对散热模组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大商机，加上券资比攀升，法人大户加持，双高行情启动。所以你可以看到，纵使你没有买到最低点，你买到73.1，你可以看到到今天再创140元新高为止啊，这样就飙涨了将近一倍哦。那么同样的，台表科也是一样，飙涨了一个四成之后，还有没有再飙涨四成的一个实力呢？哦，那么除了台表科之外，哦，那么像啊。哦，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哦，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持续来做一个留意的呢？哦，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哦，包括的一个我们老朋友的一个周华健哦，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股价能够一路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走高上来哦，我相信这一路以来哦，我们几乎每天跟大家做分享，叫拼叫行，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啊，不论涨跌哦，我都会拿出来跟你做分享哦，甚至包括今天的一个涨蓝宝，为什么今天能够亮灯涨停板？我们全新锁定的一个股票，为什么今天能够表现的一个这么的一个强？我相信原因理由哦都在这个地方，事前做好规划，想不赚都很难呐、啊。哦，如果说你真心呐、啊，哦想要在股票市场上哦与大户同行，一起快乐数钞票的一个投资朋友。有想要把握台表哥第三波震荡绝佳进场机会的一个投资朋友，以及台表哥第二的一个好友们，来标股新天地哦，你一定要赶快就加入，以及你在那边浪费时间寻找哦，不如直接给你最好
哦，来标股新天地的一个 end， 赶快把它记下来 ，end G O L D 九九 ，end G O L D 小写九九。哦，标股训练营 9-9 就是让你可以看见财务的未来，好运一直不断的一个降临啊。哦，老师叫你到底来探亲。哦，如果说你不晓得怎么做加入的话，没关系，你就直接拨打电话进来。哦，23219933 23219933，机会不等人啊。哦，赚大钱的一个机会来临了，就是要赶快把赚大钱的一个霸气给他拿出来。最后祝大家福到财到好运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